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是对不起我，你也对不起你自己，你更对不起那些所有为你付出的人。走开，胡子，荣高，荣高，哎，子豪，荣高，荣高，荣高。荣高，你人呢？荣高，所长，我女儿呢？朱伯伯，爸，大官，我问你，荣高他人在哪里啊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。大官，你确定荣高是在这上班吗？是真的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荣高会这么糊涂。我也不相信，所以说我现在正在调查。我问你，朱荣高为什么来找你？我说的，你们要问白雪啊？白雪，朱伯伯一向对你不薄，为什么要害荣高带他到这种地方上班？哎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把责任推到白雪身上呢？你们怎么不问你们自己，今天比白雪和朱伯伯来上班的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就是你们，还有王子他爸爸。大坤啊，你闭嘴！我今天要不说出来，我就不要三姑了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。白雪为了替王子他爸爸还债，把自己压了80000块钱。这件事情被朱荣高知道，朱荣高担心就会影响到白雪和王子的未来，所以就来顶替白雪啊。对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一张是朱荣高亲自写的字据哦，这是证明没有人逼他，是他自愿的。老朱，这是你女儿写的字吗？是荣高的字没错。我这个人做事啊，一向是正正当当的啦。呸！你伤风败俗，还敢说正的？好，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也赚不到你们的钱了。郭首长，麻烦你把这个借据还给我啊。对不起。这个借据正好给我当证据，我现在要控告你，以不正当的手段诱骗良家妇女，从事非法勾当，你这间茶室暂时停止营业。哎，郭所长，郭所长，有话好说嘛，郭所长。朱伯伯，我担心荣高，我要去找他。慢活走啊！啊，对了，咱们分头找。阿才，你也帮忙找。哎，不行啊，我要找我们总经理啊。你再啰嗦，就去哎。就这样，你把自己卖给了茶室。除了卖我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可是你这样牺牲有必要吗？万一白雪和王泽的将来若是没有结果的话，那你这样牺牲岂不是白搭了吗？他们会有结果的，他们的感情坚固得让你想象不到，他们一定会有结果的。我并不怀疑他们感情，不过在茶室的时候，我看见王子豪遇见白雪是那种愤怒和震惊的表情，我担心他不会原谅白雪。会的，他一定会原谅白雪的，他一定会原谅白雪的。希望如此，否则你就真的牺牲了。也不是很多钱，居然逼着你们三家走投无路。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一关的。当然会度过，只不过缠得一身的伤。好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你不敢回家，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？那真是糟糕极了。我呢，更惨，我是外乡人，我现在啊，甚至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对不起哦，我实在不应该这样麻烦你的。我想，我该走了。然后把我这外乡人扔到这个陌生的地方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在车上也坐了大半天了，倒不如啊，我们四周走走看一看，等天亮再说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意思打扰你啊。哎，还没问你贵姓呢，你怎么会跟大冠他们在一起啊？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徐胜言，是李有才同事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是因为投资市场的事，所以才来这儿的。子豪，你怎么坐那儿？子豪，子豪，妈，妈，子豪，你怎么了？子豪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好不好？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了？妈，我该怎么办？子豪，子豪，不要哭了，怎么办？妈在这儿。他在这儿，怎么回事啊？子豪啊，是不是又喝醉了？啊，没事。爸爸来了，快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进来，进来。爸，我没有喝酒，我也没醉，我只是心里很难过。我心里很难过。告诉我，什么事难过？爸，我错了，我当初应该听你的话，离开白雪。白雪怎么了？白雪。我看到他在茶室上班了。看错，是白雪吗？是真的，我还跟他说了话。我，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啊？那还需要问吗？那种女人呢、啊，出身就贱，她根本离不开灯红酒绿的场所，她早晚都会回去的。妈，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。白雪那种女人会让我后悔，我真痛恨，我真痛恨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你的话。孩子，没关系，只要还没铸成大错就不算晚。你现在清醒了，我很高兴。乖乖去睡一觉，把这一切忘了。你去睡吧。睡不着啊。爸，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是不是要我替你解决白雪的事？不，白雪的事情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是龙刚跟白雪一起在茶室上班。是吧？喂，麻烦等一下。严礼，湘云。严礼，荣高呢？找了一夜还没找着呢，大冠还在找呢。是啊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屋里坐，屋里坐吧。来来来，小心啊！我扶你。哎，这里。干啥
出来。你们坐坐啊，我去泡茶。美玉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老朱，白雪呢？哎呀，问他干什么？他们不是在一起吗？就是在一起才弄坏的。哎，老朱啊，你也真是，像白雪这种女孩，干嘛让她住到家里来？现在好了，弄得荣高也跟她一样了。任离，这怎么能怪老朱？当初白雪是住在我们家，要不是你，她也不会到这来的。我就是知道会出问题，所以才把她撵出去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哎，我到底欠了这女的什么？一个儿子已经够了，现在连女儿也赔进去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！好了好了，说这些干什么嘛？喝茶喝茶，对对，喝茶喝茶。谢谢阿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老钟来。老朱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这个爸爸怎么干的。女儿天天在你身边，她今天当了茶室女，你都还不知道，满脑子成天就是美玉美玉的。你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荣高身上啊？你说够了没有？美玉是我老婆，我要怎么带她我就怎么带她，轮不到你来说。哎，荣高是我的女儿，我有责任关心她。你既然要抚养她，你就必须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我尽的责任还不够吗？我帮你养了20年的女儿，20年还不够？没人叫你养我的女儿啊，你早该在20年前就还给我了。这句话你应该对我讲，我不是你的对象。老朱，老朱，你应该直接跟他讲。哎呀，好了，干嘛嘛？好端端的又提从前干什么呢？你走开！你说，你为什么不让开呢？你跟他说，20年前你为什么不跟他说？20年前我要是知道，我一定会说的。是啊，你一定会说。文娟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好笨，你好傻，你20年前为什么不说出来？你为什么不说？一切的悲剧都是因为你不说才发生的。你们这是一群没救的人。都是张刚，谁让你疯了？你发神经了？你才疯了！你摔照片干什么？文娟已经死了，骨头都化成灰了，你们两个还沉溺在20年前的漩涡里，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，为一张照片而反目成仇。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你们身边的人吗？现在荣高出了事，我们要做的是设法解决，不是追究谁对谁错。女儿是你们的，你们两个都是他的爸爸，争什么抢什么呢？我只是不愿意荣高受到任何伤害。你以为谁伤害他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咋呀，我的天哪，我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你一点用都没有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说了，现在情绪都不稳定，说的越多越把事情弄得更拧，我们还是坐下来等荣高好了。坐坐了，下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荣高，喂，荣高，喂喂喂喂，别吵醒他。
接送他回家嘛。他家就在这儿啊。哎，荣刚，大贵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什么把我送回来？我希望你能面对这一切，我不愿意看到你平白的被牺牲掉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回去，你快带我走啊！荣刚，走开，荣刚，走开。走了，你不要回去，走了，哎妈，不要回去，苏宝宝，荣刚回来了，我不能回去，不要回去，荣刚，你不要走，等等，宝宝，来，不要回去，你不要，大贵，不要回去，大贵，不要回去，荣刚，苏宝宝，大贵，把他放下，去，苏宝宝，爸，爸。我对不起你。荣刚，荣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糊涂呢？爸，对不起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，非要做这种傻事？有什么困难可以跟爸爸商量吗？起来，快起来！爸，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爸，起来，快起来！爸，爸，荣刚，别难过了，来进屋里去。是，云里，这里，荣哥，荣哥，你们怎么样？荣哥。你凭什么打他？我是他爸爸，他做出这种事来，难道我不能教训他吗？你没有资格教训他。今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……住口！大怪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有没有礼貌？爸，大怪说的没错，你没有资格当荣高的父亲。没资格的是你，你是怎么照顾他的？你怎么能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？你不要指责我爸爸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我自己负责。住口！你懂什么？你能负什么责？该负责任的是他，没尽到责任的也是他。你说我没有尽责，你就尽到责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长刚，你让开。今天既然这样，咱们大家就当着荣刚的面把话说明白。任礼，干什么吧你？长刚，你让开，让他说。我倒要听听像他这样始乱终弃的人还要说什么。我替你抚养了20年的女儿。这20年你到哪里去了？我从来就没有说我不要这个女儿。没错，这20年我是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可是你，哼，我的好兄弟，从文娟嫁给你的第一天起，你就隐瞒这件事，难道这个对我就公平吗？是文娟，她不想让你知道的。孩子身上流着我的血，难道我不该知道吗？骨肉连心，看到我的女儿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，难道我不该痛心？难道我不该难过？爸，你们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荣刚是我的女儿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你不必，也别想在荣刚面前破坏我。我是不必想。我是要你知道自己的骨肉为什么不愿意去亲近你。别吵了，爸，我求求你。
荣高不愿意来亲近我，是你在从中作梗啊！你让他恨我，你故意造成我跟荣高的距离。王仁礼，早知道你是这么蛮横不讲理的人，我不会告诉你荣高的身世的，让他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自私自利、不讲理的父亲。好，好，你们一定要吵，是不是？你们一定要吵，是不是？吵啊！为什么不再吵了呢？吵啊！哎，荣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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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叔、朱墨，出了这种事，你们都不关心，还在那边互相指责，荣高到底是不是你们女儿啊？荣高，朱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这是何苦呢？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好兄弟。江月，我们走。李张哥，让他走。哎，走了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走。哎，老朱，嗯，没听到湘云，人家已经在赶人了。走吧。哎，湘云，怎么就当真的呢？湘云，哎，老朱，干嘛嘛？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呢？张哥，这个让我待不下去了。我要搬家离开这儿。老朱，不要多说了，我决定这么做了。哎，哎呀，徐先，真抱歉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王先生和朱先生两个人心里一定积压了很多事儿。啊，都是一些过去的事情。对了，谢谢你把荣高送回来。好像没什么用。荣高还不是又跑了？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张先生，我还有点土地的事情必须要处理，我得先走了。啊，我送你。可以不管你，我不能不管呢。不用你管了，我死了都不用你管了。荣高，我是关心你啊，你现在需要我。关心？你关心谁啊？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求你陪我，你回我的却是冷酷无情的风凉话。现在。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才假惺惺的回过头来说你要关心我，张大官，我不稀罕你的关心，我也不会需要你的。荣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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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以为你在生王叔叔的气，我以为你要跟他作对，所以我故意说一些风凉话来气你。我要是知道。你来找我是为了查事的事，我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呢？都是我，都是我。我要是不那么粗心大意的话，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啊！荣高，原谅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大官，在我身边这么多人，你是我唯一可以商量、可以倾吐的对象。可是，就在我最重要的时刻。你却背弃了我，你就狠心的让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无助的去面对那一切。你知道当时的我内心有多惶恐，我有多害怕，你知道吗？荣高，我大官，你要求我原谅你，我可以答应，但是我心里永远记得你，这个痛是你给我的。荣高，我对不起，可是我现在不想再提我们的事，我要去找白雪，我好担心她，尤其在茶室，我看到子侯发现白雪，她脸上那种愤怒和失望的表情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，我怕她伤害白雪。哎，不行，我们之间的伤害不先解决，我不让你走。你抓住我，
只有让我更恨你。荣高，放开我！都几十年的好朋友了，有什么话可以好好的说吗？不许提老朱。妈，刘刚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我老早就跟你讲过，那个女人碰不得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啊？他自己下贱不说，现在还把荣高都带到茶室去陪酒去了。哎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现在知道了有什么用啊？真理，确实的情形我们也还没弄清楚啊。到了现在你还替他说话呀？湘云呐，本来我是不想提的。这个事情要不是你的支持啊，不会弄到这样的地步。荣高到了现在这样，你该负大部分的责任呐，爸。你不要怪妈，这一切一切的错都是因我而起。你放心，我对白雪已经死心了，从今以后我跟她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。我发誓，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。子豪，子豪。白雪，我好恨你！你怎么会？我好恨你！去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人啊？好像没有哎。走了，走了，哎。真的没有人哎，好像被封掉了哎。管他封不封啊，我们爬窗子进去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大官，哎，大官，小心点啊！你们都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啦。你少啰嗦好不好？他敢怎么样话，我就报警，看谁吃亏倒霉。大官，不要啦！进来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进来呀、啊！哎呀，胆子怎么这么小啊？走了，走了，快了！大官，快去找一找了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善后了！哎呀，你还抱啊你？我茶室都已经关门，你还要抱啊？要抱到别家去抱。善后了，白雪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哎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们急着找他。找他干什么？他被你们羞辱的还不够吗？哼！萨库拉，我们是很认真的，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白雪在哪里。对不起，他已经走了。萨库拉走了，他去哪里？他是不是跟你一样去别家上班啊？你以为我喜欢做这行啊？哼！我告诉你，老子以后再不干了。哎，我管你干不干啊，我们只想知道白雪在哪里啊。不知道。走开了！萨库拉，拜托你告诉我们，白雪在哪里啊？张大美，敢过来告诉你们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茶室已经被人弄垮了，你们还敢来啊？不怕死啊？怕死就不敢来了啦。我问你，你把白雪弄到哪里去了？白雪？哼，那个扫把星，就是你们把他送给我，我也不敢要啊。我这个店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也不会闹这个地步。你真的不知道白雪在哪吗？就算知道，我也对他没有兴趣的。倒是那个叫朱龙高的，别忘了，他还差我8万块钱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随时随地会问他要回这笔债的。你，哎，喂喂喂，你们茶室都被封了，你还不怕？对不起啊，就算这里被烧成灰的，他欠我的债还是跑不掉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回去问问你们郭所长看看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
你回去告诉朱龙高，让他等着瞧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又该怎么样？哼！想念你的，想念你的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别在街头。白雪，来，吃点东西。白雪，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会饿坏，就饿出病来的。来，乖，吃一点。那我把面摆在桌上，你饿了自己吃哦。龙高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知道你住在这儿。怎么眼睛红红的？是不是回去被家人骂了？没什么。哎，白雪呢？怎么没看到她？在房间里哭了一个晚上。哎，这王子侯也真是的。再怎么说白雪是他的人，他怎么可以骂他是婊子呢？什么？而且白雪上班也是为了王子侯他们一家人嘛。萨库拉，你带我去看看他。劝劝他吧。龙哥，白雪，龙哥，不要难过了。可怜的女孩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我跟王叔叔，他们一定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定不会原谅你的。他们也会对你怎么样？你不要管他们对我怎么样。子豪呢？他对你怎么样？你们已经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，度过了这么多的难关，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你们。我跟子豪结束了。我知道他不会再要我了。胡说！你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他还敢这么做？我不准他这么做。不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发现我在超市上班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看我的那种眼神，那么绝望，那么愤怒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完了，我们已经没有未来，没有以后了。白雪，白雪，不要难过。子豪，我不相信，
我不相信他会这么没有心没有肺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走。不要，我不要去。白雪，我要去问问子豪，我要去问问他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不要再管我们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跟子豪啊，超市老板手上还握着你的卖身契啊。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他还是会回来找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在乎了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啊！我不能看着清清白白的你就这样被染黑，我不能眼睁睁的见你为了我而毁了一生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那张卖身契拿回来。走，我不要。走，白雪，不行，我不要。白雪，我找白雪干什么？他现在又不欠你的。我要问他知不知道朱龙高住什么地方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又不是警察局，你随便问我就知道啊。所以你就让我去问他。白雪，白雪不在呢，他不知道。你让开，不在。白雪，不在了，走，不要，不要。哎呀，都在嘛啊，太好太好了。哎，老板，钱是我欠的，不跟荣高的事啊。雪，字条是谁签的，我就找谁呀！ 啊！老板，我求求你，你要我加几年还你都可以，你就把荣高的字据还给我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做，我一定会安安分分的做，好不好？白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行！哎，你当我是傻瓜？放着这么年轻漂亮的我不要，我要你，你以为我白痴啊？啊！老板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白雪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你给我滚吧，你！白雪，白雪，大人，你们干什么？走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是敢抓他，我就跟他拼了！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敢乱来的话，你就倒霉啊！大人，走！不可以，哎，不可以，不行的，不可以，荣哥，大人，不行的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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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雪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想念你，想念你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也在街头。大哥，白雪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大哥，快来救我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快点救荣哥，他们要抓他。放开他，听到没有？放开他！放开我！大怪，快来救我！哦，原来又是你啊，胆子挺大的嘛！给我揍！是。啊！快去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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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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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小心！老板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啦！好疼！老板，我跟你们走就是了啦！不要打了啦！不要打了！你早就该这么说了，走！不行，不行，荣哥，你滚开呀你！荣哥，荣哥！荣哥，白雪，你要来救我，大怪，你们要来救我，大怪，荣哥，荣哥，大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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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妈妈。
文德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是来找伺候，想办法要救荣高的。荣高他怎么了？你说荣高他怎么了？荣高他被查氏老板抓走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说话的机会嘛。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去救荣高啊。你滚开，你不要用你的脏手碰我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的女儿荣高她受了任何一点伤害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袁丽，白雪，你快告诉我，他们把荣高抓到哪里去了？我带你们去。好，不必了，你只要把地点说出来就可以滚了。哇，再叫两个小姐来更好啊！不用说，来来，喂喂喂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，我女儿呢？你们把我女儿藏到哪里去了？把她交给我，不然我跟你们拼了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荣高，出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原来你是来找朱荣高的，他欠我钱呐、在我这里做事情，随我怎么处置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。你胡说！你是个土匪强盗，地痞流氓，你们这简直就是绑架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怎么写我是不知道的。哎，死老头啊，你少在这边跟我说，滚呐、我要见我女儿，我要见我女儿。你滚呐滚呐，我们要钱，滚呐滚呐，出去出去。他欠你多少钱我替他还。等一下，他欠我8万块钱，不过要解决这个事情啊，现在不止这个数目了。8万块？你是说荣高跟你借了8万块？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！我告诉你啊，算他衰了。这个钱本来是白雪欠的，是朱荣高这个傻瓜自己要替他顶的啦。白雪，高为白雪顶债，荣高会这么糊涂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哎。我这个人做事情从来不去占人家便宜的哦。当初是白雪来跟我说家里面有困难要还债，我才借他8万块钱，他来我这个茶室上班的哦。